妈妈，我都快一天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吗？今天过年没带你出去，那没有什么玩的呀。哎，爸爸回来了，走去迎接你爸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哇，给你带的礼物，奇妙门口小宝盒哎。嗯呀，终于有玩的了。对，进去玩吧。在家都无聊的不行了，是吗？爸，这是我偶像爱心公主的魔力小盲盒吗？对呀、啊。它可是我的偶像啊！太漂亮了，有三个颜色，你看。深受女孩子们追捧的奇妙门可来啦！爱心公主和爱心门可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快来找到你属于你的奇妙门可吧！妈妈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惊喜镜盒系列奇妙门可。你最喜欢哪个呀？抠门变装。我喜欢这个粉色宝石的。我也是。那你挑这个吧。嗯，挑粉色宝石，你喜欢哪个？我再挑个绿色宝石，这个咱俩等一会儿再开好吗？对，蓝色是漂亮的水晶色。我要开启你的奇妙魔法大门啦！好舒服。哇，一个小盲盒哎，好漂亮。这怎么是一个盒子？球呢？镜盒系列。我的是一个粉色的召唤盒，我的是绿色的蒙可召唤盒。打开说明书，你拿的是我的吗？喜欢得到哪一个呢？哎呀，里边有好多蒙可呀。我想得到爱心蒙可。我想得到美美蒙可。美美蒙可是哪个？这个黄色这个的美美蒙可。啊，找到了，是不是在这儿？哇！果然是这样。哇塞，还有一个大礼包盒，这是什么？戒指。戒指，太棒了！我也有一个戒指。寻找上面的宝石，哎，在这里呀、啊，我的宝石。我的戒指比你的好看多了。哇，我的戒指比你的好看多了。嗯，你是粉色，我是宝石，来拆开我们的。年历。咦，这是你的吗？粉色的。妈妈，你的爸爸是娇娇门可耶。对，我的爸爸是娇娇门可。我的爸爸是什么门可？看到吗？哇，好可爱啊这个。看张思雅得到的是什么？我觉得爸爸是爱心门可。是吗？好像还有。真的是爱心门可。隐藏款。真的是爱心门可耶，好可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得到的是最特别的爱心门可。哇，真的。你看。特别款，张思瑶，这是特别款。有这么多萌可，这个最好看。对，爱心萌可。那我插进去能行吗？可以。我的戒指也是最漂亮的，得谁的好看呢？我这是皇室家族的。你的粉色的妈妈。我的是皇室家族的。哇，都好漂亮呀，都好可爱呀。嘿，我的是皇室家族的，你的不是吧？都很萌，萌可。这里边没有了吗？没有衣服了吗？底下还有一层衣服，还有小小贴画呢。我们开始，那是装饰用的吧？我们这个待会儿再用。我们先给它打开这些小衣服、小东西。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我们得到的，我得到了他的一套服装，可以给他穿上衣服。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的奇妙门可小宝盒贴贴纸哦。对准孔，小贴纸贴上了。好了，妈妈，你的那么好看。你的也好看啊。你好，我叫爱心门可，是魔力守护者的最佳宝贝。这个摆在家里当个装饰也很漂亮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我的吧？这个我来拆。那你来拆啊？帮你拆。我来拆。这块哥就超好看啊，畅畅门可。这个
是这个吧？那难道最后一个我们能得到它哪个呢？你想得到哪个？我想要这个。为啥？这很漂亮呀、啊，这个畅畅门壳紫色的这个。我想要这个。美美门壳。对，我们看看最后一个会得到哪个门壳呢？我觉得是这个门壳。哇塞，是一个可爱的门壳包装。打开。爸爸，你打。天哪！我这个为什么这是你的呀？太漂亮！我看呀。哇，我的好漂亮呀！妈妈，你觉得我的漂亮吗？漂亮。给你穿上漂亮的小衣服吧。我喜欢这个。我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我的。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请在留言区评论哟。我觉得这些玩具我能玩一个寒假呢。好漂亮呀，真的。对，下期见，拜拜。